没想到后来交通站合作了。他很腻歪，我上他的馆子，对，一去就是赊账，不光是赊账，而且呢白吃白拿呀，啊，一天到晚的吓唬我。有这片子吗？咱看一点，来看一点。交通站，您还真来了，真来了，你什么意思？哎呀！今天一大清早啊，就有人告诉我说您要来。哎呦，我还不信呢。那您有什么可不信的呢？说的也太悬了。说您今天来啊，是来还账的。呸！我啐啐一脸狗屎。错吗？这肯定是造谣啊！贾队长欠钱什么时候还过呀？对呀、啊。绕着我是不是？是不是？要账不是吗？嗯，你直说呀，怕什么呀？反正我也不给。你不给我还要什么劲儿啊？我你不要了是不是？嗯，这可是你说的。哎，怪不得嘴里冒出狗屎。太棒了，太棒了。嗯，真的，你想想这词儿写的也好，对，是吧？吐你一脸狗屎，你能啐他一脸狗屎吗？